我从一个内向男孩到达艺术家，过去他们会说去欺负他这瘦小的孩子，活该被排斥。谁料到多年后他成为才子 Dan， 他走在走廊，右手拿着王子面，他自称艺术家到大学才实现，风格诡异，所以被批判，被跑得遍体鳞伤，头脑到膝盖。虽然有双脚能够前进，快走出社会又发现快被掩蔽，只剩下创作能够当作慰藉，要投入所有热情才能无视他人的碎裂，崩解成碎片，持续破坏旧的作品，他也不曾眷恋。谁说艺术家要像个游民，让大众爱我，创造新流行。Andy Warhol Kusama Yaoi Yamamoto Yoji Araki Nobuyoshi Andy Warhol Kusama Yaoi Yamamoto Yoji Araki Nobuyoshi随意都能引发风潮，这个饶舌圈太无聊，一群没特色的路人抢不头，要争夺主角，角逐饶舌教主的头衔，他们歌迷都是同学 Dan， 鄙视押韵外的一切，不夸张，前卫的人遭受踏伐，各种骂法，骂你爸妈，骂你长得丑，前辈让你挡门口，害怕的人不敢创新，他们忘记自己唱饶舌的目的，变得随时都得注意，写出每首全是帮派哪种，忙着归类自己，忘态度，忘叛逆，忘了要站在世界顶端。So I fuck the world， 给后人评断。平常我只是大学生，吃他妈的便当，没事挂在线上，亲朋好友羡慕我。我说任何事有代价，无法满足现状。世界每天都在变化 ，fuck。我立志成为艺术家 ，Andy Warhol， Kusama Yaoi， Yamamoto Yoji， Araki Nobuyoshi。Andy Warhol Kusama Yaoi Yamamoto Yoji Araki Nobuyoshi无限扩张的野心，溢出整个小岛。孩子缺乏调教，不成气候，你们还早。不爽，接受平庸至极的人，多批判他们心态，只想看笑话。整个社群网站在叫骂，我操你妈 ，Apple Hard。上所有前辈日记，统统抢走他们纸笔，带来前所未有的词曲。我不是饶舌歌手，我是艺术家。我不是饶舌歌手，我是反派。开玩笑的啊。